今天我要炸这个金针菇，然后我要准备了面粉，然后要放一点盐，放两汤匙盐，然后要放水，然后要搅它。讲，然后放一点胡椒粉，我们再加一点点油下去。OK， 加一个汤匙油。再搅拌它，然后我们加一点小葱头。再把它搅拌，好的，我们现在要开小火来炸一炸这金针菇。
好啦，金针菇 ，OK， 炸金针菇就是这样子的啦。嗯，完成。